我有个建议，我就想用您二位的这个100万，用作这个房子的装修费。你看，婆家买房子，娘家呢出装修费，这样既不失礼数，又能表达双方父母对孩子们的爱，两全其美，是吧？嗯。竟然呢？你妈妈这意见啊，回头呢你和珍珍商量商量。这钱呢，既然给了孩子们，那就让年轻人自个做决定吧。不用说，这个事儿不用商量，我也不用跟珍珍商量，我怎么能要你们的100万来装修呢？真的不用这个。静言，卫生间在哪儿啊？我想去个卫生间。哎呦，卫生间外面就有一个。哦，好。哎呦，我陪你过去。哎，不用了，不用了。你陪我去一趟。来来来。哎，就在那边。哎，往右边稍微拐一下。嗯。啊。您怎么还不高兴了呢？您刚当真真父母面说那个话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咱们怎么能让他们父母出钱呢？儿子，你现在变了。以前呢，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会跟妈妈商量一下。现在你是有女朋友了，有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了。比如说，买这房子，你们就自己决定的。还有这房本署名也是一样的。不说了，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妈，我不是故意不跟您商量的。您那么喜欢珍珍，我想着我只是把房子。那房本上名字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您是不会介意的。我介意不介意，那得看是什么事情啊。房本署名这么大的事情，这我跟你说，妈妈知道你是真心真意的爱珍珍，但是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呢？你再决定啊，几千万的房子啊！几千万的房子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妈？他再紧张，他只不过是个钱的事，对吧？钱，我现在一直都在挣钱，我可以再挣啊。对对对，这不是房子不房子的问题，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对吗？但是，妈妈首先声明，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珍珍。万一以后你们的情感出现一些变故的话，妈，你说什么呢？你能不能盼点我好？我是说怕万一。这有什么万一呀？万一出现什么变故，这资产划分是一很麻烦的事，你懂不懂啊？过来，哎呀，你快点！不是，你这又要说啥呀？你都快说吧！你过来，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呐，有没有脑子呀？刚才锦然说了，房本上写他和珍珍的名字，我看到锦然妈妈脸色很不好看，好像不同意啊。我昨天就说过吧，珍珍这个未来的婆婆呀，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哎，可这钱呢是给女儿结婚用的，她想咋用，
咱们就甭跟这瞎操心了。说你傻，你还真傻了。这钱万一用在装修上，将来有一天他们要真的离婚了，那装修的东西能拆走吗？现在的年轻人呐，他们的婚姻太不靠谱了，啊，有的是今天刚结了婚，明天就离婚了，咱们不得不防。所以我才说呀，这钱是给女儿结婚用的，那就让他们自个儿决定吧。啊，你现在谈钱还为时尚早，我看得出来，咱们女儿现在还在犹豫，是不是要马上嫁给他？哎。哎，你总放心吧，啊，我心里有数。嗯，你心里有数就行。妈，我觉得感情这个事情，浪漫，肯定。但是生活是现实的，儿子。我不想把这个事情说的那么复杂，想的那么复杂。妈，现在真真父母来了，对不对？我得跟他们表示我的诚意，我是真的喜欢真真，我真的想娶真真，所以我怎么可能还让他们出装修的钱呢？啊，儿子，你是为了让真真父母开心，对吗？那我呢？你不怕我伤心吗？我不存在是吗？不是，脱口而出你就决定了，那我，你不想想我的感受和我的心情，你就不想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变了，儿子，真的没变了，你真的变了，没变吗？长大了，变了，我没有。你是有女朋友，今后就是你媳妇的人了，妈妈就是多余的。你说什么？您怎么能是多余的呢？好了好了，别难过了，是我不对，是我不对，是我没有考虑周到，是我不对，是我不对。嗯，快去看看。行，那我先去看看了。叔叔阿姨，你们渴不渴？要不然我去给你们拿点喝的吧。啊，亲家公，亲家母，阿姨，别的房子都看了吧？还满意吗？哎，好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好好好。啊，楼下就这样了。楼上呢还有四间卧室，我呢是这样安排的啊。主卧室呢是景然跟真真住。房子挺大的，南朝向，采光也特别好，我觉得他们两个住特别合适。次卧呢，我住，我离着他们近一点，方便一些嘛。哎呀，年纪大了，身边不能缺人的。是啊。还有另外一个房间呢，我是打算给景然做工作室，因为景然那个工作呀，经常会在家里做。到时候我呢就带着孙子们来客厅玩，这样互不打扰。是吧，挺好的。还有最后一个房间。亲家母，我准备让孙子孙女们住。一会儿你们再上去看一看，那个房子挺好的，外面还有一个客厅，孩子们长大以后在里面学学习呀，做做游戏呀，真的是挺好的。哎呀，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他们结婚吗？我就是想让这个真真到时候多生几个孙子啊，家里人丁兴旺，多热闹，多好啊，是不是？对了，到时候如果说你们来了啊，多在这住几天，我那个时候就搬到孙子们的房间里去住，你们看这样好吧？竟然呢，我好像是听出来了。这就是没有我和真真妈的位置啊。不，叔叔叔叔，您听我说啊，我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在公司里面完成。楼上那间书房我本来就是打算给你们做卧室的，它那采光又好。然后叔叔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开个玩笑。
竟然你太认真了。真真爸，咱们是不是？啊，竟然呐，真真妈的腿不大好，我们就不转了，走回酒店歇着了。要不然吃个饭再走吧，旁边有家餐厅，味道还不错，还挺方便的。走走走，不吃了啊，回酒店了。那就让景然去送送您吧。行吧，我先送叔叔阿姨回酒店，然后等真真哪天没事了，我们再一块过来看房子，聊聊房子的事，行吗？好，好啊，好。那再见。那走吧，叔叔。再见，景然妈，再见。那就不远送了。叔叔阿姨，我送你们回酒店啊。好。千万别生气啊！我妈这一辈子强势惯了，原来家里的事儿啊，都是她一个人操办的。但你们放心，这回房子的事儿，我一定会亲自设计的，让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空间。锦然，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我们刚才说的那100万呢，你和真真商量着定，就算是我和叔叔的一点心意。阿姨，我不是跟您客气啊，那100万真的不用了。我现在装修房子钱、买房子钱我都已经准备好了，真的不用了。所以谢谢叔叔阿姨啊。景然呐，叔叔还是再想问问你啊，让真真做全职太太是你的想法？叔叔，我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了好长时间，就特别想要一个温暖的家。而且等过些日子，我马上就要回国工作了，那到时候工作也会很忙。如果真真的工作也很忙的话，那就没有人来顾及家庭了。那万一有了宝宝，叔叔，我觉得赚钱养家的事吧，交给我一个人就行了。竟然啊，有些话呢，我不能不跟你说。我的女儿我知道，她是一个很喜欢工作的女孩子。再说脾气也不是很好，又直又倔。我们从小啊和她爸爸就没有约束过她，所以呢就让她养成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脾气。以后你们在一起啊，你还得多让着她点儿。阿姨，您就放心吧。我比真真大几岁呢，我当然会让着她。而且真真以后就算真的做了全职太太，我也不会让她太累的，我会给她请好多保姆。担心了，我现在连结不结婚的事儿都还没想好呢，怎么就想到房子署名这事儿上去了呢？再说了，我们家又不是图人家家产的人，是吧？哎呀，你这个未来的婆婆还真有点麻烦，又敏感又强势。你还真得好好想想，能不能接受得了。这种寡母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的老太太，我见得多了，极难相处。你没这么快就答应景然的求婚，这就对了。我才舍不得自己的宝贝女儿加入这样的家庭。其实白阿姨挺明事理的，没有那么难相处。你这个孩子呀，倔起来呀，还真有点像你爸爸。
竟然的性格你真的了解吗？老爸自己的想法啊，你要是选择他，你就得按照他的生活轨迹去生活。这个孩子你表面上看知书达理，其实内心笃定强势，是个属于那种心里有数的孩子，这点倒是像他妈。珍珍，你爸的意思你明白吗？你在我们跟前儿那是宝贝，等到了人家家里给人家做媳妇儿，那事事处处就得听人家的，按着人家给你设计好的未来去生活。你好好的想想，到时候能接受得了吗？哎呀，你喝吧。你喝，你喝。啊？笑什么笑？说你的事儿呢。看你们俩这么恩爱，我高兴啊。嗯，这茶还真不错，来，你尝尝。喝多了晚上睡不着啊，正好想想你闺女的事儿，好好想想，动动脑子啊。你叫我过来干嘛？哎，我最近可没犯什么错啊。叫你过来好好聊聊。你的这个项目书啊，我都看过了。真看了？嗯。那你觉得怎么样？应该说，还是有一些独到的分析和见解的。你看，你看，你看，我就说吧。啊，哎，那你觉得我这项目书可行吗？你的这个项目书里啊，有对当前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种思索，而且还提到了长租模式这么一种新的业务雏形，确实不错。但是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比方新业务模式的资金运转周期有多长？你得给我一个推算啊。再比方，你说人们对房子的消费观念是可以培养和引导的，那么具体引导的方式又是什么呢？我希望在这个策划书里面能看到你更加精准的数据和切实可行的引导方法。我明白，那如果把刚才您说的这些完善到我的这个项目里，你现在能不能马上在艾瑞家给我推行这项目？我现在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怎么，你不会因为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你就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完善你的这个项目了？我告诉您，恰恰相反。嗯，不管你对我这个项目认可还是不认可，我都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把这个项目给做到底，而且我相信一定会有投资人愿意跟我合作这个项目，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力。啊哈，还挺自信啊。那是。不过呢，我还是很感谢董事长您能认真阅读我的计划书，也很感谢董事长您能给我提这些宝贵的意见。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拜拜。等等，你记住，不管我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个企业家，我首先是你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没人比我更希望能看到你有所成就。
来公司上班，那就是来走走过场。那边就应该是浦东，对，哎，那边是浦东，啊，对，那边是浦东。小邵呀，这两天我们两个人可麻烦你了啊，一直陪着我们去了那么多好玩的地方。这孩子呀，比咱们家珍珍还贴心。我是不是比闺女还贴心？是，我真喜欢这孩子。阿姨，您也别跟我客气。说实话，我这还沾了你们二位的光呢。我这也来个上海竟然呢？是是。啊，叔叔打电话。啊？谁呀？一起吃饭，那行吧。你过来接我们。不用接了，你都把这吃饭的地址发到我手机上。刚好真真的同事小邵，这都陪着我们逛了大半天了，啊啊，哎，他一定认识路啊，顺便咱们都一起吃饭。好好，哎，跟我们一块儿去吃饭。好。谢谢啊。喂，妈。然啊。你在哪儿呢？我在外边呢。今天时间是怎么安排的？今天真真父母就要走了，我说中午请他们吃个饭。哎呦，好好好好好，应该的应该的。这样啊，那我赶快去换换衣服。哦，对了，儿子，你不用来接我了。你就把地址发给我，我自己打车去就行了。妈，这餐馆离公寓还挺远的，要不然您就别折腾了吧。啊？要不然这样吧，您在公寓等着我，我回去接您一趟。但这路上有点堵啊，我回去差不多得一个小时。哦，那，哎，儿子，那就算了吧。你那个什么，你跟珍珍爸爸妈妈解释一下。正好那个刚才我在那个酒店餐厅啊点了点东西，这个都给送上来了，人家。行，那您趁热吃，我跟他们说一声啊。行行，你跟人家说一声对不起啊，你陪好人家啊。行，您放心吧。竟然呢？哎，谢谢你的热情款待啊！来来，咱们大家一起喝一口。来，叔叔，您不用那么客气，咱们是一家人嘛。小邵啊，叔叔和我要好好的谢谢你，这两天一直在陪着我们，我们非常的开心。来，阿姨，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喝碗汤吗？好，好，谢谢。阿姨，
给您弄块鱼吃。哦，这两天我发现啊，您特别爱吃鱼，是不是？哎呀，叔叔来，给您弄块牛肉，您也吃这个，吃吃，多吃点。这孩子呀，可真够细心的。小少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真人不喜欢吃香菜呀？阿姨，您不知道，你们家闺女啊，每天在我这儿蹭吃蹭喝的，我能不知道吗？什么蹭吃蹭喝？我也请过客。既然，我爸对室内设计也特别有研究，是吗？跟他聊聊。竟然呢，你跟叔叔说说啊，像你这样的大设计师，回到国内以后呢，是想把国外的什么样的先进的设计理念引入到上海的这个室内设计中来？我觉得国内现在室内设计的水平啊，跟国外基本上已经接轨。只是在一些审美，还有一些生活理念上，还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嗯，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具体的话，嗯，就比如说房屋的格局吧。现在国内很多房子都做得特别大，但实用性又特别差，所以还挺浪费空间的。啊，还真是的。你们还不知道呢吧？去年我和你爸爸把家里边装修了一下，就为了这个装修啊，我和你爸爸还吵了好几架呢。真的？嗯，你爸爸想把餐厅啊的面积扩大，我是想让厨房大一点儿。他一天到晚不做饭，啊，他体会不到。可我要天天做饭，那厨房太小了，根本就转不过身来。哎呀，行了行了，别当着孩子们的面说我的坏话了。我不就说了你这一次吗？阿姨，叔叔的意思是啊，这就是让您在家。我跟您说，阿姨，叔叔是怎么想？叔叔啊，这是想让您少干点活，少做点饭。想吃饭是吗？叔叔带您出去吃好吃的，是不是叔叔？小少啊，这才两天你就被叔叔给拉成一伙的了，这孩子。来，阿姨。来。来，叔叔。来，阿姨。我去一趟。现在还挺着急的。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有点急事，得赶回去处理一下。马上就要走？对，还挺急的。工作要紧，快回去吧。啊，是是是，金然呐，你不用陪我们了，去忙你的正事儿吧。好，那谢谢叔叔阿姨，那你慢慢吃，我先走了。叔叔，我到时候下次一定陪你好好喝两杯。好，好。那个叔叔，你吃牛肉啊？来，多吃点，你都没怎么动筷子呢。啊，我让开，我跟叔叔聊会儿。来，叔叔，您坐，说话，您坐这儿。拿这个给我。就您喜欢这室内摄影这事儿，再说我再敬您一杯。但是我不是专业的，我就是有的时候我瞎研究，因为我跟真真我们俩卖房子，然后每次去看房子，然后给客户介绍房子，这装修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景然，啊，这是我刚刚让服务员打包的一些菜，你拿回去给白阿姨吃吧。还有啊，你刚刚也没吃多少，回去也吃点吧。还是你细心，谢谢啊。我刚刚看你在饭桌上有点心不在焉的，是有什么事儿吗？没事，你不用担心。哎，真真。你待会儿多替我跟你爸妈说点好话啊，他们这回来我表现得太不好了，都没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他们。我会努力的。你就别担心了，交给我吧。
妈，你不是在家吃饭的吗？怎么跑出来了？啊？心情不好，这出来透透气，走到这儿累了，点了碗面。妈，您平时都不到中餐馆来吃饭，再说了，这串面有什么营养啊？这卫生条件又不好，对吧？那咱回家吧，你看，今天给你打包了特别多好吃的，好不好？吃不下。吃不下，怎么回事？是不是不舒服啊？哦，对，我昨天晚上听您睡觉的时候一直在咳嗽，是不是感冒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啊，我去药店给你们买了点感冒药，待会儿记着把它吃了。知道了。我应该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餐馆，这样您过来也方便。儿子，其实妈知道，今天你们吃饭根本没想让我去。妈，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让真真的爸爸妈妈开心高兴，但是。但是他们一心一意的只为自己的女儿着想，我是妈妈替你着想，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儿子。妈，我当然知道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但是人家真真她爸妈又没说以后一定就住咱们家了，对不对？人家其实就是想要咱们一个态度。态度？不是我，儿子，我态度怎么了？我态度不够好吗？啊，我跟他们说得很明白呀，我说你们来咱们这边，就是让他们在咱们家住啊，我就到宝宝的房间去住。之后他们，我把我的卧室都让出来了，我态度不好吗？我没有诚意吗？我啊，妈，您态度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说，他父母就算真的来住，那也住不了几天，对不对？所以您别为这些小事生气。儿子，你得跟我说，我做错什么了？我哪儿做的不对？你得跟我说。别你得跟我说我哪儿错了。妈，您没错，您怎么可能做错了呢？是我做错了，这件事情是我欠考虑，是我没做好。但是妈。你得相信我，你得相信我跟真真，我们两个一块儿一定会好好的孝顺您的。我们到时候啊，多给您生几个孙子。您到时候可别说累着了啊。切，我才不嫌累。我跟你说，你给我生几个孙子我都不累，我都给你们带，不累我也高兴。那，妈，那您是想继续吃这个面条呢，还是吃真真给你打包的好吃的呢？臭小子，我当然吃我儿媳妇给我打包的好吃的了。哎，行，走，走吧，回家吧，走。我先吃东西。嗯，我吃完东西，再吃你给我买的感康。好，走，回家。走，妈，你结账了吗？结了。你能不能陪我说说话啊？别老是看球了。哎，今天吃饭的时候你发现了没有？竟然这孩子呀，明显是有心事儿。你说咱们来上海都这么多天了，他总共也没陪咱们两次，
好不容易今天露头了，他又说有事儿，匆匆忙忙的就走了。你说是有急事儿，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和他妈有关。他这个妈呀，真是的。想想咱们姑娘以后的事儿啊，我这就头疼。哎，你发现了没有啊？小少这孩子倒是挺喜欢真真的。哎呀，你都别在那儿乱点鸳鸯谱了。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你真的没发现？哎，你看啊，小少这孩子呀，对待咱们真真的这个态度，和看咱们真真的这个眼神哦，全是喜欢。哎呀，这个井然吧，这个井然的这个眼神啊，就不如小少的眼神热烈。其实吧，我也并不是特希望咱们家真真非要找一个什么大设计师啊，非要住什么豪宅。只要找一个普普通通的，能真心的爱他、关心他、包容他、疼他的人，我觉得就行了。重要的是平平安安，你说呢？女儿现在长大了，你说话小声点儿。女儿有自己的选择，虽然我们对景然的家庭不大满意，但这是女儿自己的选择，我们都不要横加干涉了。知道了。The day fate set us to collide,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 follow wherever you are. 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 now I know I found you. I'm falling.